信。主席，本人謹此陳辭。馮占基議員，我同埋民協係反對今一次嘅財政預算案嘅。今日嘅財政預算案咧，其實大家睇翻咧，你將曾俊華做咗咁多年嘅財政司，咁多份嘅財政預算案擺出嚟睇一睇咧，你將佢第一份同呢一份比一比，原來都差唔多嘅啫。即係咁多份嘅變化係好少，因為大部分嘅變化都來自一啲係小恩小惠啊，一啲嘅微調嘅一啲嘅政策。但係對於一啲香港而家所面對嘅針對時弊嘅問題咧，係基本上咧係冇嘢可以講得到嘅。而家香港最大嘅問題，包括嗰個房屋嘅建設不足夠，包括而家嘅租金嘅上升，包括而家後生仔嘅出路，包括而家咧係我哋唔能夠有足夠嘅工種，甚至係不同高薪嘅工種咧，係讓香港嘅新一代咧能夠去打拼啊，去努力啊，有個目標啊，係我哋成個社會做唔到啲咁嘅願景出嚟。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財政司喺呢度咧係有一個責任咧，係話俾我哋聽。特別佢亦都係負責埋一個土地去揾土地供應。咁點樣去做到呢個係處理到一個房屋嘅問題咧？第一，第二就係點樣喺呢個房屋問題上面係真係有一個清楚嘅配搭，令到咧一方面既能夠咧係讓一啲嘅商界佢哋做生意或者係喺房地產本身都有一個炒賣嘅一個項目咧，喺嗰度有一個嘅。市場運作過程裏面咧，係做得到一個健康嘅房地產嘅市場出嚟。而另外一方面咧，你又應該有足夠嘅規劃，係讓一啲嘅你自己都定咗佢作為你一個嘅居住嘅目標嘅人，譬如話大概三萬蚊以下咧，你就可以入住到公屋啦。大概4萬蚊以下嘅家庭咧，3至4萬蚊嘅家庭咧，你可以買政府嘅居者有其屋。其實當你一定到呢個所謂上限咧，你就要好容易好清楚咧，係可以睇得到咧，究竟你點樣規劃大概咧，每一年要幾多間嘅公屋居屋，從而可以大概幾多年都基本解決一啲低下中下收入家庭嘅人士咧嗰個住屋嘅問題。咁當然更加要處理嘅就係大家知道梁振英政府去到2017年都要再選啦，佢必定係要一並未必係能夠連任到啦。咁你所以一啲未連任到嘅時候，而在位嘅期間，你所有能夠有嘅權係點樣響你而家去處理長遠房屋問題嘅時候？因為今日起樓就要6年後先建樓嘅，咁呢6年之內，你又點樣處理幫到呢啲住屋有困難嘅人、租金相當貴嘅人呢？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呢，政府應該知道，就係4年前嘅劏房咧有升降機嘅屋咧係大概2500蚊個月，而家已經去到4500啦。咁對一個打工仔嚟講，係唔係真係佢啲人工又高咗，可以有70-80%咁多咧？如果冇嘅時候，根本所賺嘅人工就俾呢啲租金咧食曬。咁點解唔考慮呢個租金管制？呢個而家唔單止係嗰啲住屋嘅問題喎，連呢個做中小企嘅租鋪頭做生意嘅，一樣面對呢個租金嘅狂升，令到根本就冇生意冇得做。大部分嘅做生意賺到嘅錢就係俾租。今一次嘅租約裏面，當業主發覺你原來是生意好有錢賺的話，他就即刻加你做。我相信政府應該知道那個商業的租金呢，可以就算是一些住宅區也都可以呢一次的租約呢是加你一倍。那怎樣做生意呢？那這些是不是可以交給市場等他自己搞呢？領匯拿了公屋的商場之後，現在的租金和對一些鋪頭的中小企那個的條件限制，一路呢令到整個商場基本上全面咧係統一化、系統化，冇咗自己作為一個服務公屋或者居屋嘅街坊嗰個基本嘅條件嘅多元同埋街坊嗰種模式。點解政府又唔可以喺同一個情況之下可以考慮係將一啲係住宅區、一啲係中下收入家庭嘅社區係興建租買一啲嘅地方，作為一啲係中下階層嘅服務嘅一個商場呢？其實呢啲正正一啲嘅方法，去即時去協助解決同埋處理一啲係香港人面對嘅，即係水浸眼眉、火燒埋嚟嘅情況。財政司司長自己又成立一個乜乜委員會去搞啲研究香港嘅，睇下香港嘅老人問題，但係講出嚟嘅數字嚇生死，嚇完之後就跟住一張老人家就變成代罪羔羊，就係因為你班老人家啦，搞到香港就包袱大大。如果唔係咧，就冇得做嘅，冇得處理。咁你今將來咧就係、是。工作人員又唔夠，老人家就成日都依賴我哋，我點搞呢個社會？點解唔將老人家係積極地睇咧？成日妖魔化將老人家，老人家本身一
代比一代的老人家是精明，一代比一代的老人家有學識，一代比一代老人家是富有，一代比一 代比一代的老人家他是更是中產的。本身老人家就是可以一種的成為社會的本身一種的建設力量，老人家本身就是一個消費者，老人家本身就是一個是你可以面對這班對象成為你做生意的地方，怎會是這樣不斷地批評不斷地踩的呢？跟住踩完之後，批評完之後，變成包袱之後，你又不是跟住告訴我你怎樣協助他們解決他老人老化的問題。倒翻轉頭呢，因為老人家多，所以我要成立未來基金，所以未來基金就要搞建設。咁同老人家咩關係呢？數一輪老人家嘅罪狀，跟住就係搞建設，而呢啲建設同老人家完全冇得益。財政司搞乜鬼呀？完全未攞咗個話題出嚟，攞咗個問題出嚟，跟住做第二樣嘢。咁你做乜嘢攞個話題問題出嚟呢？未來基金不能接受。相反，而家扶贫委员会搞緊嘅全民退休保障嘅研究，政府从来都係不断将呢个研究咧延期再延期。初初话俾我哋听，应该係去年年尾出嘅报告，跟住改一月，跟住改三月，跟住改五月、六月，而家话七月。主席，可能你都听到个消息，就因为财政司要求用佢嗰种数据做一个新嘅嗰个 model 出嚟。究竟是怎樣？因為財政司那個的委員會出來的那個長者和那個是增長呢，都是跟政府現在的不同。政府現在的增長是平均一年 4%， 財政司是 2.8%， 加上老人家的老化，所以麻煩你用 2.8 再做一個，拖延一個月又一個月，沒有針對時弊，又沒有推展新產業。剛才李慧瓊說是我是一路，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我的一些的政綱呢，我其實一年就已經提我們要應該是設立三個的基金呢，去推三種的新產業。第一個就是綠色產業，即是包括綠色和環保。一個呢是創意文化的產業，這個主要就是表演藝術啦，唱歌跳舞、話劇這些舞台的藝術，物畫文化的藝術。這些藝術的東西是不需要很多的房地產支援就可以自己做到，靠你吃腦。第三個就是創新科技。創新科技大家看到現在的創新科技本身可以，只要你能夠做到一些成績一些的貨品出來是暢銷的話，基本上就是行的，特別如果我們開拓內地的市場。但是這個對最令人失望呢，剛才李慧瓊說做乜你哋又要做呢樣嘢？做乜你又反對政府成立科技局？你好難反對你嘅喎。本嚟原本做緊嗰個電視發牌嘅第三個牌照，如果你俾埋香港電視嘅話咧，我哋睇到你真係推動緊呢嗰種係，因為電視發牌，電視本身就可以一種係既係藝術又係科技嘅一個結合，係將不同嘅唱歌跳舞、話劇、粵劇等等，全部都可以共嘢一路。但你反而就不去推動，怕人多一隻虧本，你幫他擔心他蝕本，而不去推動這種的技術藝術。然後現在又告訴我，我覺得你那次根本就是透過你作為有權是捏住一些技術藝術的發展。我如果給你整多個局的時候，你捏得更加厲害。你本身的做法已經將整件事是轉了型，扭曲了，不能夠接受。不能夠接受，實在不能夠接受你那個科技局。主席，當然長遠計劃更加冇啦。而家我覺得曾俊華所用嘅伎倆咧，就係一路都用緊殖民地式嗰時代用緊嘅方法，就係大興土木。80年代好多嘅興建新市鎮公屋、居屋。到是回歸的時候，玫瑰園、飛機場，現在未來基金都是用這一招。即好像我們是不是那些官員因為是殖民地訓練出來，你就只能夠跟回殖民地的路向呢？因為我們沒有新思維呢。
第一，我們的財政司仲是相信自由市場呢？自由市場只能夠在一個健康的狀況之下才出現，現在的香港自由市場是不健康，不健康任由它再發展的話是更加 不健康。我相信陳局長一定看過一本最新的書，美國出的 Capital The 21st Century， 是 Thomas 寫的一本書，最爭拗，你現在香港未必買得到，因為一出賣曬，第二版也賣曬，第三版賣曬。他的分析告訴我們，自由市場發展到現在這個情況，是整個自由市場經濟都是扭曲，扭曲的地步做到這個，就是當個國家當個城市是備受財富分配去到兩極，因為有些人他的收入是相對於十年前他下降，有些是沒有動到，有些就是數學級數增加，有些是幾何級數增加。而當去到幾何級數增加和一些其他剛才講的第一、第二種呢，根本就冇得追。而幾何級數的增加呢，是真係唔需要係個咩產業嘅。你有錢，你識得炒，你識得金融、房地產，你已經可以幾何級數上。你掃地、你清潔、你洗碗，你只係維持現狀，最多最多都俾你係數學級數。數個級數都冇，呢種情況令到成個社會不健康。我哋香港就係咁嘅狀況之下，睇人哋啲分析啦，研究人哋啲分析啦。主席，喺咁多種嘅原因之下，我係冇辦法接受而家財政司嗰個財政預算案。即係我仲要提一提嘅就係話咧，對於今次嘅展報咧，我係又係唔滿意嘅，主席。唔滿意嘅原因咧，就係話咧，喺議事規則上面咧，我哋每一個議員咧都係有權提修正案。咁特別今次嘅修正案咧，全部都係得到主席地嘅同意。而呢個同意之下，其實都有條件嘅背後，包括一啲重複嘅你西走啦，包括啲有列敘式嘅你又西走啦，就包括你將。馮議員，我又要提醒你，唔好就我嘅裁決喺呢個辯論裏邊嚟到評論。OK， 我只係講我嘅講法，即、就、係、是、我自己對一個係。每一個議員喺嗰個議事規則上面，如果佢講嘅嘢咧，基本上係冇重複，基本上咧係同個對題嘅話咧，佢又可以繼續發言，俾佢發言。甚至主席你都喺電台上面咧大讚我哋啲議員有質素、專業，但咧用一個時間嘅限制咧，令到咧係有質素、專業都冇得繼續講。主席，我覺得咧係今次嘅一啲嘅拉布形式咧，包括上一年咧，即係上一次嘅嗰啲拉布形式，我係唔支持嘅。我唔支持拉布，唔係話因為議員冇權，我唔支持拉布係我係有兩個不同意。第一個不同意咧就係呢個目的，我不同意，因為拉布喺議事規則嚟講咧係差唔多等於一個核子彈，核子彈不能夠用，亦都不能常用。常用呢個核子彈就係變成冇用。我覺得要用的時候一定是針對最厲害的、最傷害香港社會的話題問題，就是23條。由於今次是講派錢、講全民退保，我覺得是未去到那個層次，所以我是不支持這種拉布。我亦都覺得拉布在我們參考其他地方搞拉布的議員，通常有兩種的策略。一種的策略就是一方面拉布就拉長的時間，讓個過程裏面可以動員群眾，可以教育群眾，讓加埋群眾的力量去推動政府，逼政府改變一些東西。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拉布拉到長長長到所謂的財政懸崖就真的等你跌下去，那你政府怕不怕呢？那怕那大家坐下來討論吧。但是我覺得今次就是主席記得一次會議跟我們討論，喂，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下哪些情況之下要剪布，曾經主席提過拉布的議員咧，話俾你聽，佢拉到五月尾就唔拉啦咁。冇可能話俾人聽，我拉到五月尾唔拉，呢啲咩策略嚟嘅？即係呢個咁嘅策略就變咗就唔係一個策略，所以變咗拉布完全都起唔到拉布應有嘅壓力。咁所以由策略到目的咧，我都唔同意，所以我係唔支持。但我係唔支持呢一次嘅拉布，並不是不支持議員按議事規則可以拉布。仲有一點我想提嘅，主席就係喺呢一段拉布時間咧，當然有議員咧喺特首的答問會上面是扔東西，被批評了。
我最不滿意的就是連港澳辦主任都出聲明支持政府，港澳辦為何對這些香港內部的事都要出聲明，議會議事堂裡面都要出聲明，我是不能接受的，主席，我是反對這個財政預算案。議員發言呢提到一個數學名詞叫級數，級數呢有算術級數，有幾何級數，但沒有一種叫做數學級數的。